今天又来重打这个 Any DLC 啊。法布老追我追得很紧啊。嗯，不过没关系，因为我打这个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记录的空间是很大的，只不过当时没有人超过我，所以我也没打。关键还是在磨坊主米勒，要打得快，打快的话记录空提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拿这个真正优化科学的路线来打一遍啊。哎，妈，我计时器又出问题了，这什么情况？等一下，等会儿啊，我计时器，我看一下。OK。啊，快了多少？快了9分钟吧。快多少没有意义，因为在我的估算里面，这个提升的空间起码是15分钟往上。而且我稍微看了一下，他DD4还是用恶女强盗的阵容打的，那不可能快过我。只要我前面米勒顺利打掉的话，不可能快过我的。因为用恶女双强盗组合的话，最快也要15分钟，13到15分钟才能打完第一次。我用麻风的阵容的话，最慢都是14分钟，快的话9分钟就打完。喂，Welcome home, such as it is. This squalid hamlet, these corrupted lands, they are yours now, and you are bound to them. Women and men, soldiers and boys. 不过呢，要这个米勒打得快真的是挺难的。这个是非常难，这个是这个速通里面的一个最难的难点，是个很非常极限，一级打米勒非常难啊，非常难。所以我说只要让我把这个米勒顺利通过的话，那基本上就稳了。主要就是要看米勒，嗯。A sister of battle, pious and unrelenting. 他不是一直打的磨坊主啊，他还是求稳。但是我之前打的那个米勒打的太慢了。米勒打了，你看1小时13分钟才把米勒打完。
great gongs sound in anticipation of the. 我之前不就在直播里面说了吗？如果按米勒世界纪录45分钟来算，你再给他打点富裕的话，50分钟把米勒打完的话，那你看这就已经提高了23分钟了，是吧？提高23分钟，直接近2小时了。只要后面这个4个DD本一路顺利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近2个小时。Curiosity, interest, and obsession. My road to damnation. Once again, the stars. 是不是看见了暮光之梦？暮光之梦没什么用啊。At the very epicenter of cosmic unrest. 有没有都无所谓啊。To their twisted idols.因为打米勒的那个本真正难的地方就是第二段那个精英组合，要看精英刷的怎么样。因为你是一级打米勒的话，因为米勒是3级本，所以进去的话就是50点压力起板，要揉很长时间的美德，要看你这个揉美德的时间长不长，就要看运气了，这真的是要看运气的。And we were rewarded with madness. Once again, the stars are right, and the manor sits at the very epicenter of cosmic unrest. 杀马这种都是没必要，为了杀马去专门去考虑一个暮光之梦的。哎，有最好了，锦上添花的东西啊。Far below.Life-laden shadows pulse. 群星有计划玩吗？应该是没有。Of a beating heart. 我还想玩最新出的那个天外世界的呢。Ignorance of your enemy and of yourself will invariably. 要不等等看那个什么什么时候战锤全战打折了，我们来玩这个战锤全战吧。A crawling chaos. 警惕戒备。其实3强倒好像我感觉也可以打，3强倒打米勒的话，先试一把。这把如果不出恶女的话，我就3强倒试一下。不，我感觉应该是不太行，因为精英本的话3个强倒还是比较脆。天外世界速通都已经出来了，24分钟，熊的一匹。Andy 24分钟。Curiosity, interest, and obsession. 自然，哎，可以，无敌了。应该要比这个柔弱要好吧。FPS 不是啊，像那个，等会儿，像那个辐射新维加斯差不多，跟辐射差不多，那个主视角射击的 RPG 游戏啊。话说这法国佬，我本来说那天晚上破了3个记录，那个什么首4个学徒 boss 那个记录，我本来上传的时候，我这个申报的时候是第一，然后审核过了是第二，就比我快5秒钟。让我这6怪王伟业有点那个，有点这个受阻啊。
walls. These nightmarish creatures can be felt, they can be beaten. 战锤我没买，太贵了，没赶上打折，贵的一批。这我上次不是问了吗？战锤二全战玩要买战锤全战一嘛？居然还要买战锤全战一，妈加起来六七百了，这连 DLC 加起来六七百了，好贵啊！这不给人活路啊，贵成这样。月入百万大主播，哇！这你看我这总共就五万关注，哪有月入百万？天上掉下来的月入百万吗？感谢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驴驴。同学这名字起成顺口溜还行啊。这年头嘴皮子不利索都不能干主播了吗？我又不是他妈的说相声的。感谢偶合的基点啊。燕子，带我走吧，燕子。船长保证拿的可以，喜光反应快速，哎呦，完美，完美，完美。Once again, the forge stands ready to make weapons of war. Fan the flames, mold the metal. We are raising an army. Money 不甚够，三千块，那 OK。有三千块的话就行，可以。
drought had struck the harvest again that year, and the miller was desperate. He came to me, hat clutched tightly in filthy fingers. 神剑二速通好无聊，速通又不是为了观赏性，速通就纯粹是为了快而快啊。Another delicate apparatus. I recognized an opportunity, and I agreed to lend him my...既然是 any 的 any percent 的话，就是任何手段，只要你不作弊就 OK 了。靠！妈，计时器挡了，这还行。奇奇怪怪的 mod 显然也不可以啊。马里奥速通的系列是很有观赏性，那没办法，马里奥是马里奥整个系列的所有的 runs 加起来的数目，基本上可以把 speedrun 上所有其他游戏的这个 run 的数目加起来给 A 了。老外是真的喜欢打马里奥的，就从前这 FC 上八位机 FC 上的这个马里奥。世界纪录都是四分多钟啊，直接一到从第一关打完打到八杠四打完四分多钟。我也挺想，我就看这个 Speedrun 上的这各种马里奥，我也挺想玩的，所以我双十一打算入个 NS 啊。现在还在看各个的价格，我还在犹豫是在拼夕夕买还是在京东买，或者是再等一等，等国行出来买国行也行。因为其实我还是很想玩荒野之息的，实在是这 NS 它太贵了， NS 的游戏太贵了。国行过审不用啊，国行你买国行的主机游戏可以不在国行玩啊。那你买国行的主机主要是有一个保修啊，就像 PS4 你游戏机这主机买国行的就完全没问题啊，你买游戏什么不影响，都是在港服什么玩的都没所谓的。是的呀， NS 游戏真他妈贵，动不动三四百。
pumps, the limbs obey. 为什么不用平砍用放血？因为一级打农场的话，一级打这个弥勒的话，还是用放血比较好一点。没有放血 ，DPS 跟不上。一刀修罗，一刀修罗，你如果用邪道的话就没什么难度啊，如果不用什么邪道的话，就是纯粹的是要靠这个数值计算的话还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流星药是要加这个受到的伤害和这个减美德概率的，所以这个东西还不能多吃，吃多了你就揉不出美，就出不了美德啊。一般就是一个麻风加三个瘟疫，不让反击就很烦。又是个利爪刨地，你是人啊？3000块可以买补给，还有本侦查书。仇恨一魔早起者，哇，这都完美啊！就看这个米勒了，就看米勒了。OK， 可以。可以吧，就这样吧，就这样。Slabs etched with certain celestial designs were erected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farmstead. The miller, lamentably eager for some early sign of improvement, 进门五十压力。Upon the wilted fields and listless mills, 这真的很难。My gaze, however, was cast skyward. 而且还要看第二阶段精英出什么。如果是出那种兽蓝的那些精英怪，什么诸人骑士什么，就很难很难，非常难，还要死人说不定。
看到这个加压了吗？农场死人会怎么样？会没到这个无尽的话，农场死人就真死了。无尽的话，就是碎片雇佣兵的话，死了会在外面游荡一周，然后下一周回来。三乘二，我感觉可以坚持一下。顺不顺要看后面啊，还不是看现在啊。因为等这个血量下去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这个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修女的奶量实在是低，纯看缘分。看直播的时候觉得你是真欧，你是光看贼吃肉啊，不对，光看我吃肉了，怎么没看我挨打？哎呦，怎么不是流星碎片呢？这他妈还行，闪烁是加什么的，加至 15% 治疗效果，哎，这可以啊。哦哟，第一个就是韦德， nice， 这运气可以啊，运气可以。啊，这要揉很长时间啊，因为你是一级进的这个三级本啊，这个美德概率只有15%。这个恶女是个自然啊，恶女太屌了，自然的恶女，哎 ，nice。
真要揉很长时间，我不骗你们，我自己练习的时候他妈揉了15分钟。呀，哟，买买皮，这还行啊。好像很危险啊，很危险。真的要揉很长时间，不骗你们的呀。哎，What?两个金刚狼很凶的，真的带流血的。这个打得太顺了。这个真的打得太顺了。
这里如果运气好的话，把米勒的记录也可以顺便破了。这里一定要一级农场，一定要四个美德才能打，不然的话真的打不过米勒。我练习的时候都真的是被头都包都打出来了。妈呀，让他先动行吗？不是四美德太过分了，是必须四美德。不是四个美德，你打不了米勒啊，一级打不了米勒。米勒世界纪录45分钟，哇，居然不是扎营吗？这过分了。加位依抗性，流血抗220，哎呦，我这里还不该带流血抗的吗？
这里现在很危险啊，很危险。漂亮，破了，43分29 ，nice。哦，这米勒打得太。